是电影特效吗？又不用的一把刀就这样直接插进脑里，只剩下刀柄露在外面。错了，这不是电影特效，这是惹到老婆的下场。中国海峡都市报报道，这名被称为但丁哥的男子日前一次让老婆不开心，老婆手起刀落，下场就是这样。更厉害的是，但丁哥就这样走进医院排队看诊。医师表示，但丁哥的颅骨被水果刀刺穿，但幸运的是没有伤及眼睛、颅内结构和大脑功能区，对但丁哥说话、行动都没有受影响。真的哦，但丁哥在简单处理后就自行走路离开了，连住院都不用。但丁哥，美国那只金刚狼已经老了，你的治愈能力这么强大，难道强波版的金刚狼就是你？